要举证困难，这个目的是为了什么？移动的哪里？重心，把你这个重心从左脚移动到哪里去？右脚上面去。所以我们刚刚在检查的时候，我一直检查每个人的脚线，因为我不知道我们检查没办法分清楚后退跟上重心，往后踩一步跟后退上中间有差别。就是在跳舞的时候就这样，还是会检查后退，但实际上这个没有后退，这个重心没有怎么样，200%转换到一个脚，怎么样正着，像我一样的，大家站起来，站起来 ，OK 吗？这是第一件事情，那这样都。第一件事，男生的确实长这个样子。对，走。你会看到我的下面脚的确有往前踩一点，可是如果你要看仔细的时候，我的头过头发，不太好，我没有动这些，我就是对，走。我伸手出去，我的动作是要把它给怎么样？给勾住，因为现在我们转一步，所以男生本身怎么样？还没有清楚到那个。OK 了吗？